夏天就是要吃凉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我们买了凉面，一朵黄花，是枯萎的老黄花吗？是，我刚刚跟美美说，我们买了凉面，要赶快吃，不然会冷掉。笑一下。我们今天来 7-11 的凉面大评比，我们买了全部。其实本来是要 7 跟全家一起拍，可是我觉得我们肚子会爆炸。我们今天有个代号，假如不好吃的东西，我们就会把它的分数评为哥哥。当我们评分为哥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我们连吃都不想吃，就是我们只会哥哥。好，那我们先从最便宜的，贵哦。现在凉面怎么变那么贵啊？最便宜竟然是52块，哇，我的天哪！那我们从那个感觉应该是最划算的珍宝好了。珍宝52元哦，它酱料很大包哦，然后听说面好像是也特别有分量，好可怜哦，它只有小黄瓜跟面，可是它的小黄瓜量也很可怜呢，是啊，是没有很多了。Come on， 黄瓜不贵的好吗，商人？你可以快一点吗，还有姐姐？芝麻酱，噔噔噔，芝麻酱。好，接下来是酱汁，酱油包，酱油包。我想进去，我要进去。安静，听到没？酱汁你太吵了。酱油很多哎，我觉得这酱油有淋到全部，酱油蛮多的哦，有淋到全部。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。酱不够多，半斤凉面就是有半斤，半斤那么重。现在看起来面很有弹性，我用看的就感受到了，就是麻酱味。你知道为什么它看起来很 Q 弹吗？因为没在拉的时候，它很快就散开了，不会说就是黏着。喂，哎，很多面呢，它拌起来感觉很好吃。我可以先吃吗？可以。耶，好好吃哎，算52块很贵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1到10分我给8分，虽然它完全没有料，它那黄瓜丝超少，好像它的面配上这个酱，我觉得很清爽哎，1到10分，8点，而且它面条有丝丝分明。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吃凉面啊，你们就买鸡肉跟这个，然后自己做鸡丝。自己用鸡胸肉其实蛮快又方便的，而且比较便宜。我觉得这个面很合格，面 OK， 这个面跟这个酱。就是这样，还有那个黄瓜跟鸡胸肉，其实在超市买还蛮便宜的，那你自己用用就，豪华凉面赞，我觉得进步了，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吃过超商的凉面，真的是让我不会想要再吃。就是它的面很有质感，它的麻酱的比例也配得刚刚好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拜拜。下一个是辣味鸡丝凉面，红袍花椒研磨麻酱，它一打开就有辣味耶，淡淡的辣香，然后。酱汁是同一包，芝麻酱多了一个蒜泥，哦，它蒜泥还蛮辣的哦。原来我前天的午餐就吃这个，这是什么红萝卜吗？辣萝卜，鸡翅一样少少的，这是52元吧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啊？珍宝也是52元啊，可是这个就多了鸡翅肉，因为它没有半台斤的面啊。哦，面量就是多很多这样，然后蒜泥，全家，就大概加一下。这味道我喜欢哎，闻起来好香哦。这酱汁真的很棒，它酱超多，会喷到脸的。酱超多，所以很好的拉开，不会说像以前那个酱料不足。我们完全没收钱哦。没等我就开始吃了。对，这是我们刚才的发票，就买了6个凉面，383元，很辣，因为我刚才。试一下筷子那个酱汁，它的辣是蒜的辣。我觉得他们家面条都是用一样的，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。所以因为它的辣是蒜的辣，但是我觉得还蛮香的。你只要不讨厌就可以吃，很好吃哎，它好辣哦。那可是它蒜香味很明显，它的辣，它辣不是辣，就是蒜的那个呛味。我觉得还好，对敢吃辣的人称不上酸辣，提味的辣。这个我会给它8分，虽然我怕辣，可是这个蒜我是喜欢的。再来一个52块的日式荞麦风味面，荞麦面要怎么吃啊？好像把酱倒进那个碗沾着吃，我真的都不知道，我就直接淋在面上，哈哈哈。哦，这样沾着吃吗？我觉得加一点山葵比较好吃，比较有提味。我以前都不会加山葵，但是我是加了之后饭比较提味。金鱼酱汁配上我们的山葵酱，海带是放在它的面头吗？随便，海带你要吃。好可怜的海带哟，这一点点是怎样？然后这面看起来没那么的 Q，
吃一口看看。因为我记得很早期的珍宝应该没有那么好吃，所以我就不喜欢吃那个超商的凉面。日式的煎鱼酱很甜很香，那个鱼味真的有出来。可是我不喜欢荞麦面的面，吃起来太无趣了，不 Q， 然后有点平板的感觉，然后也没有荞麦香。它的面就是比较扎实一点的，虽然没有荞麦香，但是它的对，没有荞麦香。它煎鱼酱汁跟那个三葵酱配的很好。酱汁我是很爱，所以我会给它7分，7.5。不然以前这真的是最好吃的，是因为最早的凉面都做很难吃，然后面条很硬，然后酱也很难吃，然后面也很难吃。可能是因为刚才珍宝吓到我了。接下来是鲜虾冷面，69块，非常的贵，而且虾子只有5只，超级迷你的小虾虾，数只最多5只，上面是沙拉，下面是面，70元有点贵了。好贵哦，而且它的面条跟那个凉面的那些面条长不大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有挑战性哦。冷面的那种面，不是凉面的那种油面。好 ，OK， 不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喂，有面有沙拉，吃下去，有醋酱，鲜菜很脆，很好吃。它没有凉面的那个面那么 Q， 可是还是好吃哦，因为也是条条分明。你是很喜欢条条分明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样比较认真在做面的感觉 ，Q 弹嘛，然后它的青菜又很脆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这我会给7.5分，我会给8分，会给8分，因为我觉得它更清爽。我好像本身没有很爱吃麻酱，所以我会很喜欢那种油醋酱的，然后配上它这种更细的这种冷面条，又刚刚好，是这蛮不错的，我觉得。我希望它虾子还多一点，它虾子的调味是非常十足的，可是只有5只又很小，而且它价格有点偏贵。如果不论价格，它有8分啊，但如果论价格，可能要扣个0.5。哦，开始很贵的面了哦。丸龟的胡麻嫩鸡冷乌龙面，这个料看起来很 OK 啊，超多的感觉，就多30块，有鸡有蛋，然后还有蛋，这两个蛋也不一样的蛋，然后这旁边不知道是尾鱼吗？我觉得多30块，多这些料还蛮有价值的。你看光是蛋它就给2个，小黄瓜看起来还是一样少。丸龟之面的乌龙面是非常有名的 ，Q Q Q， 弹不弹，就看它能不能打乒乓球了。酱汁哦。这胡麻酱颜色好淡哦！恕我直言，这个酱颜色看起来有点倒胃口，而且它的味道就是它的香度，那个不是香，我没有很喜欢它的香味，它的胡麻香。那鸡肉很大方，给了2片，对，拿出来就有点凄惨的感觉，小黄瓜。但我觉得这个酱汁的颜色让这整个看起来都不很倒胃口。悲伤哦，不行，这个酱汁我不喜欢，这酱汁的味道哦。闻的味道不喜欢，我来吃吃看。对，你看拉完以后，它面好少哦，虽然是粗面，它的蛋是好吃的哦。我来吃一下，它面条其实是合格的，是好吃的乌龙面。然后酱吃起来没有闻的那么恐怖，可是我觉得它有点大混杂的感觉，它把好多不搭的东西放在一起，就是尾鱼跟这个鸡肉，还有鸡蛋跟海带。以及蛋丝放在一起有点冲突感，可是它面条是好吃的，厉害耶！我以为面都要现煮最好吃，没想到放冰箱还可以有这个 Q 度。它的搭配不是和谐，但是它各品项单轮而言都还 OK。包括那个酱，你只要不要闻它，基本上都很好吃。这个我给5分，这个前面让我有点想叫哥哥，因为我哥喜欢吃乌龙面。但是我要讲，它乌龙面的面条是真的好吃。这个 Q 度有点哇哦，但是其他配料好怪，好怪，不行，不搭，尤其是那个尾鱼。风味冷面，风味冷面，超贵，79块，跟丸龟一样。我们上次开箱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在下面推风味冷面。看有一个小熊在这边，然后这可能是他签名吧，我不知道。好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只鸡，很可爱。哦耶，这个鸡，还有小黄瓜，哇，还有虾呢。但是我觉得，有虾吗？有啊，哪里？这个不是虾哦，有够贵，它虾子只有一只。哇，我要跟沙拉抱歉了，沙拉有5只，而且它有一个专属的洞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哇，这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说贵了，因为它只有一只虾。他们说虽然很贵，但是还蛮好吃的。我们来试试看，
然后有蛋丝跟葱，还有萝卜，然后鸡丝是就是有切碎，面感觉不错，这样看来淋酱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谁要吃这只虾？给你，我海鲜过敏，给你啊！哎、欸，它有专属的一格，哎，再给你看那一格。不愧是大厨，在颜色的搭配上，哎、欸，颜色是好看的，是有专业的。我刚才那个玩龟拉完，我觉得对，昂贵的79元的面哦，它的酸醋味还蛮香的，还有点麻油，有麻油，然后有酸的味道，是 OK 的。可是我没有到很爱，可能因为我觉得麻油不适合凉面吧，就是麻油是一个冬天炖补的感觉。你们知道我刚刚想干嘛？麻油就会让人想吹，对不对？它麻油是很香，可是凉面我就是不想要麻油，我不能接受冬天炖补的东西，然后变成凉面的酱料。然后不然它醋香也是蛮香的，可是不是我的心头好。嗯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它整体的味道配麻油跟它酱起来，很像那个科学面那个粉的味道。我是认真的，大家都有单吃那个的经验吧？嗯，有。很像，就是那种胡椒麻香，然后咸咸，虽然没有那么咸。嗯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很多人他们午餐可能只能选超商的、啊，可能上学或干嘛的关系、嗯。如果很热，他们不想吃便当，只能选凉面，然后他们又常常吃那种麻酱，干嘛都吃腻了，我觉得。换个口味也是可以的。那么你会给几分？我会给7.8分。我也7.8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来评出我们心中的第一名，就是噔噔噔，中宝，非常大碗，然后绝对要自己去买鸡胸肉煮，然后搭配进去。我本来想也推他的那个辣味鸡，因为它其实他们是一样的，他们只是这个多加了蒜泥香，对，然后有一点蒜的辣味出来，很辣。但是整体就 CP 值而言，这个52元的分量又更多，因为这种鸡丝只有一口而已。就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无肉不欢的话，你就自己去买鸡胸肉还比较爽，吃的比较过瘾、嗯。第二名就是鲜虾沙拉的面。很清爽，菜对它的菜很，它有5只虾哦，谢霆锋只有1只虾。它的酱不是麻酱，嗯，是醋酸酱。醋酸，然后那个醋酸是好吃，还有它青菜是脆的，菜搭配的很刚好。第三名是辣味鸡丝凉面，它跟珍宝一样，是好吃的面，好吃的酱，多了那个蒜泥，而且不违和，我觉得是很搭配的，蛮酷的。那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说 7-Eleven 你觉得最好吃的凉面是哪一款？希望喜欢这部片，喜欢今天就我喜欢，大家也要记得订阅可姐姐的 YouTube， 然后旁边小铃铛也要记得。打开将信片的时候才会凉面 ，Facebook 搜寻歌曲歌，我个赞，不是粉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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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Facebook 搜寻歌曲歌，一个赞，一个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哦。1个月1000块，哇，1个月有1000块，或者零，我高中1个月1000块、啊，高中。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你们一个月零用钱是多少？我以前零用钱是零，真不夸张，因为我们家没有零用钱的习惯。